Ryan 从那个选手班毕业了。这一双再穿上这一双鞋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。才刚换过新的鞋好吗？脚要抽出来啊。看来他还是非常想上，都舍不得把鞋子脱下来。你看这个大腿现在越来越大只了。上面抓好不好？做事都看别人，然后抽不下来呀。去找教练帮你脱，快点。坐火车教练，我不会拖，你帮我。不行啊，这皮子跟着我一起滑落。他抓对，就那样慢慢下来。把萝卜，哎呀，这么松，太夸张了。你说没有办法，就是他要找妈妈。啊，没有拔不下来了。天啊，麻烦一点。